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是天。OK， 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做这个手机开箱，就是我们今天要开箱的主题就是这一款Lenovo 的这个 Ryzen Phone。然后这一个呢就是Lenovo 第一个进军这个游戏手机 gaming 手机的第一台的这个 gaming 机，所以我们今天来开箱这一台手机，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卖点。OK， 主要这一次呢它用的就是这个骁龙865 Plus。OK， 在早前我们有开箱过，就是 ASUS ROG 嘛，那个是之前也是用这个865 Plus， 然后这个呢是也是用这个865 Plus， 所以目前呢也只有这两台在用住这个865 Plus， 然后 5G 处理器，然后它也是支持这个90瓦的这个超级闪充，跟这个双 X 轴的这个线性马达，再配上这个144Hz 的这一个这个 Screen Refresh 就是电竞屏，然后它这个也是拥有这个主播级的这个中前直射摄像头。 OK， 主要就是讲到这个，刚刚就讲到这个骁龙865 Plus， 这个是属于旗舰，因为早前是很多手机都是865嘛，这个是有 Plus 的版本，所以它的这个处理器的那个速度其实会更加的快，就是它的这个安兔兔跑分有去到648871分，所以这个分数来讲是相当的高，而且它是拥有这个 UFS 3.1 再加上这个 LPDDR5， 然后再加上这个双 5G 跟 WiFi 6的。它的电池的话它也是用两个电池，就是左边跟右边的，然后这个是在它的这个双电池充电的，这个X 这个双 X 轴线性马达就是在旁边左边跟右边，所以它是两个马达在里面，所以当我们玩游戏的时候那个震动的感觉会真的是很不一样啦。 OK，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到就是它的充电。 OK， 那充电的话如果就是讲你用这个90瓦的这个超级闪充，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从0到100直接充满电了，所以这个速度来讲是非常的快，而且它是5000的电量，就是它的这个144Hz， 因为在早前我们开箱过很多都是90Hz， 然后就是120Hz 嘛，所以144Hz 的话哦是目前很少，就是像红魔啊 Red Magic 或者是那个 ROG Phone 3， 然后再加上还有就是这一台咯，就是游戏的这个 gaming 手机的话就目前144Hz 就是这三台啦。然后就是萤幕的话，我们给大家看到就是它用的是 6.65 尺寸 AMOLED screen， 然后这个是用 Corning Gorilla Glass， 然后第六代的，再加上它这个是有支持这个240Hz 的这个触控采样，所以来讲在玩游戏方面这个配置来讲的话是非常的足够了的。而且这一次的镜头哦，它就是打破以往所有的手机的一个 record， 因为我们所有手机的 record 是在上方嘛，它这一次哦，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的这个 screen 上面，中间升上来的那个就是它的 camera， 它的升降屏是在中间。 OK， 参数的话就是颜色方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有两个颜色，就是有这个绚烂冰刃，就是蓝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赤焰战甲，这个就是红色，所以目前它是有两个颜色的哦。系统啊本身是用这个 Ryzen OX， 然后再配上 Android 10，然后 CPU 的话是用这个高通骁龙 Snapdragon 865 Plus， 然后它的 RAM 是有 8GB RAM、12GB RAM， 然后还有 16GB RAM， 然后 ROM 的话是 128， 再加上256，再加上512。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重量。OK， 重量方面的话，因为它是5000电竞手机嘛，就是 gaming 手机的话通常都会比较重，所以它是这个重量的话是去到239g， 所以239g 来讲对于 gaming 手机是属于中等啦，就是也不会到太重也不会到太轻，就是中等罢了。屏幕的话这个是用这个 AMOLED 的屏幕，然后它的这个萤幕尺寸的话是 6.65 尺寸，然后的 resolution 的话是去到这个 2340x1080， 然后这个是用 OLED 的，所以它的颜色方面来讲然后都会比较高，然后再加上它 144Hz 再加上 240Hz 的这个触控采样，然后刚刚有讲到它是用这个 Canon Gorilla Glass 的这个六代的。 OK， camera 的话就是后面的主镜头的话是这个6400万的这个主镜头的 camera lens， 再配上这个1600万的这个超广角的这个镜头，所以它后面是两个 camera。 OK，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前面的话是用这个2000万的这个像素的这个前置镜头，所以就是 for 刚刚你们看到中间升上来的那个镜头。
OK，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手上的话就是这个上它的盒子，盒子的话它是蛮大个的啦，就如果是讲算是手机来讲的话，是它这个盒子是蛮厚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边有这个 Lenovo 的这个认证，然后再加上它的颜色是这个，我手上这个的话是这个赤焰战甲，然后的 RAM 是12GB RAM， 256GB 内存的。OK， 然后我们现在来把它打开，这个它的这个功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盒子盒装就是像这样子的。OK， 然后我们把它推开来。OK， 推开来之后，我们把盒子打开，大家就会看到有一个惊喜。OK， 大家有听到一个声音吗？这个开箱的声音就是它盒子的声音，你没有听错，就是盒子会发出声音。我们再试多一次，给大家看。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盒子会发出，所以是非常的特别啦。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其他东西，就是有包括送这个 SIM 卡的针，然后在里面有包括送这个它的说明书。OK， 这个说明书也是送给大家的，然后还有再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个Type-C 转换这个 3.5mm 的耳机洞口，因为这台是不可以放耳机直接避孕的，所以它是有给你一个转换头，然后再加上它给你一个透明的一个后盖，就是一个也不算壳啦，应该算是盖啦，因为它没有算是很好的保护。OK， 然后里面的话它就有给到你两条的 USB cable。所以你没有看错，就是给你两条的 USB cable， 所以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值得，而且它的是 Type-C to Type-C 的，两条都是 Type-C to Type-C 的，所以它是直接就是给你两条。但为什么它会给你两条呢？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给大家示范一下为什么它会给两条。OK， 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充电插头。OK， 它原装来的话是配搭了这个60瓦的这个充电插头啦。如果是讲你要用到90瓦的话，你可能要另外自己再买一个插头咯。然后插头也是配搭两个 USB 的这个 Type-C to Type-C 的这个头。OK， 真机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背盖，在我们手上这个是红色的，然后这边有前置一个 region， 然后就是两个 camera， 再加上一个 Y 这样子的 logo， 这个是它的这个设计啦，它的 design， 所以在灯光照上去的时候，其实它的颜色是很漂亮的，而且它是在反射上面，它就有类似像彩虹这样的颜色，所以是非常的漂亮啦。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的底部就是有一个 USB 的 Type-C， 再加上一个开 SIM 卡的一个针脚，然后在中间呢又有多一个 USB 的那个 Type-C， 再加上还有一个 Lenovo， 所以它这个电话呢总共是有两个 USB， 所以你可以两个 USB 的同时插电，而且可以同时充电，所以是非常的特别啦。然后上方的话就是它有这一个游戏手柄的那个 LR button， 就是它在上面，它不是 button， 它是一个感应器，所以你的手踏上去就可以直接拥有像那种游戏手柄的功能，所以打游戏方面的话是非常需要的啦。然后在上方的话，这个是它的这个麦的 sensor， OK， 这是它的麦的 sensor。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上方左边那个就是它的 speaker 扬声器，然后右边的话也是它的 speaker， 它这个也是用双扬声器，就是左边一个 speaker， 右边也是一个 speaker， 所以就左右的一个双扬声器。然后我们再开机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后方。它的后方的话开机了之后就会有颜色，所以那个颜色也是可以更换的，就是像黑鲨跟那个 ROG 的话都是一样，就是颜色的话都是可以更换的。然后我们现在来试一下镜头给大家看一下特别的地方。 OK， 我们换成前置啊，它就从中间升上来，所以升降镜头呢是从中间而不是从顶部上方，所以这个就是很特别，所以它就是从后方直接升上来，而且它的 power button 也在那个里面，所以来讲的话它升上去就会很特别的一个功能哦，所以升上去就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它的这个设计，而且它的全面屏啊，就是 for 全屏的。 OK， 关于手机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配置，就是刚刚讲到这个骁龙865 Plus 的这个 5G 的这个处理器，再加上我这一台手上的话是 12GB RAM 配 256GB 的内存，然后这个里面的话是用这 UFS 3.1 的高速闪存，然后再加上它有这个双 XO 线性马达，然后再配上这个144赫的这个电竞屏，然后也是拥有这个240赫的触控采样，再加上它的散热系统的话，这个是 Lenovo 独有的一个技术，就是 TSI 然后双刃，然后就是双热管是分区散热，所以在散热方面呢它有自己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技术啦。然后再加上它这个 speaker 的话，它是用这个
正出音立体声，所以立体声来讲的话它就是有这个功能，再加上它就是拥有刚刚讲到的90瓦的这个超级闪充，再配上这个5000的这个大电池，大电池容量，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到就是这个详细参数。OK， 详细参数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版本的话，它是用这个 Android 10的啦，这个 Android 10的版本。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完了这个它的这个参数了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功能。OK， 我们先打开这个 Lenovo One。OK， 我们当你打开这个 Lenovo One 了之后，你可以就是当你用这 Lenovo 的电脑，你可以在 Lenovo 里面打开这一个Lenovo One， 然后它可以就是把你的那个文件直接传送进去那个电脑里面，或者是你开了这个功能了之后，你可以把它投屏在你的电脑里面，就像华为，因为华为之前我们也是有开箱过那个它的 laptop 嘛，就是有这个功能，就是 Lenovo 的这个也是有，因为 Lenovo 也是有出那个电脑嘛，所以如果你当你买它电脑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就是把它的资料直接传输进去那个你们的电脑里面，就不需要运用那种cable， 所以就这个功能来讲的话，就是相对的比较好用了。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显示已亮度。OK， 当你打开这显示已亮度的话呢，它有这个动感光效。OK， 动感光效就是大家我们应该有给大家展示到的后面的这个灯光。OK， 后面这个灯光你是可以更换的。假设我现在换成青色 ，OK， 它就是青色咯。假设我换成就是这个红色 ，OK， 在我手上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红色的这个灯光。然后在这边你可以选择，就是你游戏来电的时候，或者是通知的时候，或者是充电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样的一个颜色的效果，或者是你可以开启这个闪烁啊，或者是这个起伏啊，或者这个长亮啊，都可以。就是我看我开这长亮的时候，它就是一直亮着红色。如果我开成这个紫色 ，OK， 它就是紫色的一个颜色。然后当我开启这个蓝色，它就变成蓝色，所以就是有一个游戏的这个功能。然后它这个 region 这个字呢，它也是会亮着颜色，就是亮着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边这个 region 的字，它也是会亮着这个灯。OK，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完了这个灯效了之后，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荧幕刷新。OK， 荧幕刷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上方有一个 3D 的一个图形列表。OK， 左边的那个就是属于我们 normal 的 60Hz 的那个刷新率，如果是到旁边的话，那个是属于高刷新率。所以你主要来讲，你看左边和右边的图哦，你仔细看啊，其实它的那个它转动的那个流畅度会有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看起来的话，你就会有那个差别。所以主要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台手机，它就有60Hz、90Hz、120Hz 跟144Hz，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直接选择看你需要用到怎么样的一个速度。然后在下面的话，你可以开启这个游戏144Hz 的这个高刷新率，所以当你打开的话，它的那个刷新比例就会更加的那个快。所以这边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调节。然后颜色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就是看你要标准自然还是属于一个鲜艳，都可以在这边选择。然后在底下的话，就是有一个极速触控，就是你可以开启了之后，它的触控会比较快啦。然后这个是属于我们后面的普通的一个拍照。OK，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它有很多个模式，就是有创业模式、夜景模式、人像模式跟这个全景跟微距镜头跟这个超清拍摄都有的。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视频， OK， 视频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for 我们现在的这个录影视频。 OK， 视频的话它也是拥有这个双屏跟专业跟慢动作，还有这个延迟摄影跟这个微距距离，所以这个的话等下我们也会来试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功能。所以我们现在先打开这个设置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画质的话是可以去到 4K 跟 1080p 跟 720p， 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它可以在这边改变它的这个画质那个画素。然后在这一个里面呢，它也是拥有了这个前视摄影防抖的功能，所以当你打开咧，它就有一个防抖的一个功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们可以开启这个防抖，它的画面就会比较稳定。 OK，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拍摄了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前面的镜头。 OK， 前面的镜头当我现在打开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上面哦，它的镜头就会伸出来，所以就在我的这个前面，这个是前面的镜头。 OK， 我再把它就是转换回进去。
OK， 我现在是已经回去了咯。假设如果我再把它推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镜头就会 auto 凸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在上方的 camera 是一样的，它也是用那个升降屏，就是它会伸进去跟伸出来，只是它把这个地方坐在旁边这边。OK， 坐在旁边这边的话，等下会有用途，就是等下我们给大家知道就是它的用途是什么。OK， 所以我们现在试完这个相机了之后，我们现在打开我们之前有提前预录的一个就是测试，在夜景测试，然后我们来现在放给大家看一下。OK， 这个就是我提前测试的在夜景拍摄，然后这个的话是属于 1080p， 这个是后面的镜头，所以这个是用这一台 Lenovo Legion Phone， 然后 Pro 版本的来拍摄，而且这个呢是在晚上的时候拍摄。而且晚上的时候呢，它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它的灯光不是很清楚的，是这个手机把它拍这么清。然后这个的话是荧幕双屏，就是我同时开着双屏了之后，它可以拍到前面跟后面，所以不是因为我做效果啦，这个是你们可以在手机上面打开的荧幕双屏，就是它可以同时录制前面的镜头跟后面的镜头，所以这个是同时的。然后这个是属于前面的这个 camera 录影，所以我是已经打开这个防抖的功能了，所以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就是这一台手机。不过我个人觉得这台手机的这个camera 的表现其实超出我的想象，因为很多的 gaming 手机的话的相机都没有到这么的高清，这么的漂亮。而且它这个手机上面来讲，当我们打开来在录这 video 的时候的防抖的效果也是蛮不错。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用这台手机拍出来的这个夜景照片哦，所以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就是夜景的这个夜拍照片。所以夜拍照片的话，就是当我们开启夜拍了，整个好像是在白天拍出来的照片这样，所以我也是觉得很特别啦，就是很多的那个光线处理到非常的漂亮，所以把整条街道都变成像白天这样。不过其实这个是在晚上拍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做一个参考这样子啦。 OK， 在早前我们有做好这个安度度的测试啦，所以我们现在先来打开这个安度度的测试，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OK， 现在我们安度度测试的话，这一台手机的分数是有去到632207分，所以这个分数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高的，因为这一台是用着最新的嘛，骁龙865 Plus Processor， 所以这个的处理器方面来讲都会各个方面都会比较强了。 OK， 我们现在进到这个游戏了之后，我们按这个设置，我们去到这个画面设置。 OK， 画面设置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可以去到一格流畅，然后再开到最高是去到90帧，然后可以打开这个平均跟这个高清，还有这个 HDR 的话就高清的话是可以去到极限，所以我们因为测试嘛，所以我们就是全部把它开到最高，全部当前已经把它全部打开，然后按这个确定修改。 OK， 功能的话，如果当我们要开起来的功能，我们可以往上滑下来，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就有这个列表可以给大家看到，就是它可以去到60帧，然后它的温度现在是34度，然后 GPU 的话现在是用到305个mmh， 然后 CPU 的话是用到 0.84GHz， 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功能。功能的话就有这个虚拟手柄，当你打开这个虚拟手柄呢，它就可以设置这个上面的 LR 的这个 button， 所以在这边都可以设置，就是当你设置了之后，你可以就是点击上方来就是瞄。 OK， 比如说是你可以点击左边的那个 button 是来瞄，右边的那个开枪来瞄来开枪啊，所以来讲的话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OK， 然后我们看完了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再展示一下别的功能。OK， 其他的功能的话哦，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就是有这个 4D 的这个虚拟摇晃感。这个 4D 虚拟摇晃感就是当你在摇晃这个手机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帮你就是直接做好那个摇晃手机的一个动作。同样这个呢，就是通常你在玩跑车 game 啊，怎么就可能会用到这个功能呢？Normal 来讲的话，基本上我们应该是玩 很少会用到这个功能。然后我们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直播录画。OK， 直播录画的话哦，就是我打开了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然后我可以在游戏里面直播给大家看，就是你可以拍成一个 video， 或者是你要当游戏主播都可以。然后它也可以做一些很特别的效果。假设我看按最下面那个功能，就是把我整个人透明掉。如果我要清楚的话，我把它按出来，就是我整个人就会变到比较清楚。
然后如果我按这个功能的话，它就会把背景都会弄出来。如果是讲你不要看到背景，你只要看到你个人的头像，你都可以点击一下，所以就它就会帮你把背景融合起来，而且你也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效果。在这边你点了这个荧幕了之后呢，你可以点击这个地方，它就可以很多的效果。比如说你可以动一个猫的这个胡须，或者是这个兔子的，或者是这个鹿的，或者是可以放这个眼镜啊，跟这个 PUBG 啊，跟这个太阳眼镜啊，跟这个防护罩啊，这些都可以直接用到，这个口罩跟这个都可以用得到。猫旁边这些可以加一个字眼，比如说是什么枪王之王啊，这些绝世高手这种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放过去这边，可以戴一个帽子，然后可以戴一个护照，都可以用到这个功能的。假设你选好了之后，你选择打勾 ，OK， 它就可以变成就是你的那个专业的主播这样子。如果你要后面的背景，你就把它打开，它就可以出现后面的背景。如果你不要，你可以把它关掉。OK， 当你已经锁定好了这个位置，比如说我放在这个地方是可能比较少用到的。OK， 你锁定好，你按锁的那个 logo， 它就会把它整个画面锁起来，所以你就可以就是在上面来直接用，你也不用理它，就是在上面放着，它就可以直接去用了的。所以来讲的话呢，当你们要拍成 YouTube 啊，或者是要做影片啊，或者是要觉得你可能你的技术很强，你要拍素材什么啊，你都可以在这边拍。OK， 我看到外面有一个敌人。OK， 我现在出去。OK， 他在旁边这一边。OK， 好，我把他打趴了。OK， 好，把他打趴，我们就把他的枪捡上来。OK， 好，我们现在开启了这个功能，就是这个主播功能。OK，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这个截屏。截屏的功能跟在这一边的话，就有这个临场震感，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它就会打开它的马达，然后再包括这个清理内存，跟这个屏蔽电话，跟这个屏蔽通知，还有微信啊、QQ 啊，跟这个变声器都有了，在这个地方。所以来讲的话，它这个是它本身内置的一个功能来的。OK， 好，我们现在呢就是来给大家看完它的功能了之后，然后我们现在来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其他的那个测试，就是包括像那种画质测试那些，我们全部来做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功能表现。OK， 目前我来看上去来讲的话呢，它这台手机呢，如果是讲你要来打游戏，它肯定是没有得选的，因为主要是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很不错啊，因为它是用的是这个骁龙865嘛，再加上它电池也是去到5000的大电量，再加上它配搭了这个144赫的这个高刷新比例，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荧幕也是用这个 AMOLED 的这个 screen， 然后颜色方面来讲肯定是漂亮啦，然后再加上它本身有自己的一个散热的系统，所以因为游戏手机的话，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们只要你的处理器越高，效能越强的话，它就会越热，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到你的本身的这个散热器来去散热掉它的这个功能。所以来讲的话，当我们在用一个手机在玩游戏的话，最重要的看它的处理器，然后也要看它的这个散热器。所以散热来讲的话，目前我用到这一台来讲的话，的散热其实是属于 OK 啦，就是不会太过少，因为主要的话是它的那个 processor 是865嘛，865 Plus， 所以865 Plus 的话，它的效能来讲肯定会比较高的，所以当我们用起来的话也是属于 OK。再加上它这个本身的话有配搭了这个双 X 轴的这个马达，所以双 X 轴的马达来讲，在你玩游戏的感觉啊，整个体验来讲都会很不错。再包括它这一台手机，它是用这个双扬声器、双喇叭，而且双扬声器、双喇叭啦，如果单单是讲喇叭的声音的大小啦，这一台手机是我目前测试过这么多台手机里面它的声音是最大声的，而且它的声音的那个音效哦，也是跟普通的手机的那个音效不一样，它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喇叭哦，差不多可以媲美像 laptop 的声音啊，所以来讲的话真的是有点夸张啦，以手机的这个技术来讲的话呢，它可以做到这样子，所以声音方面来讲的话是已经是很强大的。 OK， 然后我们现在来就是上了车，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就是在车上的这个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当我们在高速移动的时候呢，它这个处理器还是可以支持得到嘛，所以我们现在来就是驾着车，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OK， 当我们在驾着车的时候，我们一样就是旋转这个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OK， 所以我们来旋转给大家看，所以这个画质的 graphic 其实是很高啊，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画面所有的画质都开到完，所以这个来讲的话画质肯定是相当的高啦。OK， 然后这一边的话就是有摩托车。OK， 好，我们现在下来摩托车。OK， 下来摩托车，然后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摩托车进去。OK， 然后我们来驾驶这个摩托车。OK， 然后刚刚就有讲到，就是讲它为什么会有两个 USB 的那个充电。OK， 两个 USB 的充电呢，刚刚大家有看到我开箱的话，应该有看到在它的底部有一个 USB 的那个 Type-C 的那个接头，然后在中间也是有一个 Type-C 的接头。所以如果是讲哦，你如果是用这两条它给你的那个数据线 Type-C to Type-C， 你直接接去这一台手机上面，它可以同时两个一起快充。所以本来你充电是一个雷一个快充，然后如果你接这两个 USB Type-C to Type-C 的话，它充电的速度会更快，所以这一个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技术啦。就是通常我们只看到充电的话只是在于一个 USB port， 然后就是一个 Type-C port 有那个function罢了。可是这一台手机它是很特别，就是它两个 USB port 你都可以同时充电，当你同时充电的时候它的充电的速度会更加的快，所以在它的充电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有两个闪雷的那个 logo， 所以这一台手机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是只有它的盒子打开的时候有声音特别罢了啦。所以在它的这个各个方面的一个技术哦，都是做到蛮特别的，所以我觉得这次 Lenovo 在这个他在做这个游戏手机的时候的那个策略，我觉得是蛮用心的。单单在包装上面就是会比人家用心，就是有放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开箱盒子的声音，然后再加上里面的技术的话都做到蛮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技术，就是跟别的手机有不同的一个特点啊。所以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我觉得他蛮用心的一个地方。所以来讲的话，就是他进军这个 gaming 市场的话，我觉得就是应该会蛮不错的，因为他在电脑方面他也是有做 gaming 的手提电脑嘛，所以来讲他做这个游戏手机的话，可能就会像阿斯这样子就会非常的容易，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 gaming 电脑都进军在这个 gaming 的手机市场，所以在这个 gaming 手机市场来讲的话的趋势来讲的话都会比较大，所以之后大家应该会看到更多的这个品牌在做这个 gaming 手机了的。OK， 当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一台手机的感觉的话，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我们已经测试了这么久，然后温度方面的话还算是 OK 的，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温度的话，就是从刚刚开始然后现在上到一个41度啦。41度来讲的话，就我们把所有的画质开到完的一个状况下，41个度来讲的话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然后这个 GPU 的话是去到这个 490NHz， 然后在这个 CPU 的话是去到这个 0.84， 然后再加上这一个功能的话哦，是我们开启普通的一个功能。如果你要再玩一些很特定的游戏，可能你的配置要很高的话，你可以直接打开这个一键超声。OK， 一键超声你打开了之后呢，它就是一直保持，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 CPU 跟 GPU 都是保持在就是开到完的一个状况。因为通常我们玩游戏的话是不会讲开到完，因为开到完的话会比较吃电嘛，而且会造成 processor 的负荷比较负担。所以如果是讲你可能在于玩可能比赛啊，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游戏啊，或者是可能你打排位要刚好要晋级赛还是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开启这个一键超声。所以一键超声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 CPU 跟 GPU 全部开到完，所以等于你的手机是直接像开突波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当你打开之后，它的全部概念会变到更强去。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了。OK， 最后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视频或者是对我们的直播就是有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 YouTube 的那个链接，然后进到我们的 YouTube 主页，然后点击这个订阅，再打开那个小叮当。OK， 当我们有做一些开箱或者是直播的话，
都会，你都会在第一个时间就会收到一个通知，因为基本上我们都会开箱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可能 Malaysia 没有的手机，或者是Malaysia 没有的那种 IT 产品，或者是电子商品，或者是手机那些各大类型的手机品牌，我们都会做开箱的。所以你对这一些手机产品开箱，或者是对这些特别的这些外国的手机产品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多多订阅我们的频道，再多多帮我们的分享。所以我们都会定期就是制作不同的影片上来给你们看的啦。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OK， 拜拜。